天你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来感谢你，我们为能够这十八年来说我们每一年有这样的祈祷会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每一年我们国家祈祷早餐会的主题都会呼应国家最迫切的需要，也为我们带来最重要的指引。今年的主题是超然的盼望。我们的国家正面临许多关键的挑战，面对挑战，我们绝对要有信心、信念与坚持。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，也有分歧的地方，我们也盼望我们会有耐心的寻求解决的方法。任何的打压只会让我们彼此更团结，信念更坚定。越困难的社会分歧，越让我们坚信我们基于对我们彼此的爱，对于台湾的爱。再困难，我们都会去寻求一个化解我们之间的分歧的方法。